终于那平喽。那他拿鞋走的时候，有人看到吗？你舅舅看到了没有？他应该看得到吧？他就是我舅舅把这个事告诉我外婆。好久没有吃到平乐菜了。我想吃这个平乐油茶，这个是我爱吃的。这个是马蹄糕，嗯，然后这个是我爱吃的，这个，嗯，这个等我妈生日的时候叫我哥自己做。上次我去你家吃，好好吃，这是老唐喜欢吃的。这个我自己种的油应该开花了吧？那一块地的事，现在都是你爱吃的。为什么点一个老唐爱吃的菜呢？他又不在这里。这个是平乐的粉粒，就是他们吃油茶经常会炒的。嗯，好吃，多吃点了。来一碗油茶，打点果粒。多吃点啊，徐姐这几天在核磁都吃不习惯。来，我给我们家的堂哥打个电话。打给他干嘛？哎，堂这怎么？堂哥啊，你是说我点那么多菜吃完，现在吃不出来吃啊？等一下，我问一下他。他肯定不会来。看看他接不接电话啊？接还是不接？看他了啊。我还想问一下他关于老唐的事情，他知不知道呢？那个前女友的事情，以前他没跟我说这些。喂，大哥，大哥，聋啦？怎么听不到什么？喝油茶吗？去哪里喝油茶？小徐说叫你喝油茶哦，在江边。在平乐。在平乐。那要不要小徐给你打包呀？不用了，我吃饱了，谢谢。那你要不要小徐回去呀？啊？啊？我已经吃饱了。我说你，那你要不要小徐回家呀？还是住我那里呀？住你那里也可以呀。那也可以是什么意思？还是想要他回去呀？他和你有伴呀。哦，那你可以没有伴啊。我有牛伴呀，我好多牛啊。哎呀，我们刚刚回到平乐不？回到平乐是喝油茶吃饱就回来了呀，睡觉了。啊。是不是这样子？嗯，是不是这样？那我想给你打包，你要是不用的，就那就算了吧啊，那你就有牛伴吧，跟牛做伴吧。用了。嗯，那你跟牛做伴吧啊。好了。哦，信号不好，拜拜。嗯。他有牛伴。你就说嘛，他没出来。那你晚上住我那里了？那不住你那里，我去哪里住？我就是这里住的。